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，我是孙宁。各位老铁们，今天我要给大家爆的料超级劲爆！想象一下，一个圆滚滚的机器人，像个巨大的保龄球，既能在陆地上滚动，又能在水里游泳，还能进行各种高科技操作。十月九日，浙江大学的一群科学家们搞出了一个叫 RTG 的球形机器人，还号称是水陆两栖、茶打一体的超级武器。 这个消息一出，中国的媒体们立马沸腾了，网友们更是嗨到天上去了，纷纷在评论区里开始吹捧，说这是什么国产创新科技突破、军事利器。但是，等等，作为一个专业爆料人，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经过我彻夜的资料查找和深入分析，其实就是熬夜刷了会儿 B 站，我发现这个所谓的黑科技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极速三十五公里每小时，哇，好快呀！但是细想一下，这速度要是在战场上，怕是连敌人的汽车尾气都追不上吧？四吨冲击的承受力，这似乎是能抗得住小型炮弹。但是我可是做了功课的，美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实现类似的技术了，而且吨位更大。 主要攻击手段为撞击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？在战场上，一群铁球滚来滚去，可能还影响了其他武器的使用，实用性怕是要打个问号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球有点似曾相识？没错，这不就是美国十几年前开发的 g u t b o t 的翻版吗？中共的自主创新又一次被质疑为抄袭。 早在二零零四年，也就是咱们还在用诺基亚三三零零的年代，美国就已经开始研发这种球形机器人了。当时他们的目标是想把这个圆滚滚的家伙送上火星。到了二零一五年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突然对这个 Guardbot 产生了兴趣，开始对 Guardbot 进行实地测试。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确实在陆地、水里都能走，但在真刀真枪战场上速度太慢，根本。 没有普通的无人机和地面车辆实用，所以这个 guardbot 概念就被美军放弃了。所以中国搞的这个 RTG 是在玩十几年前的老古董，而且是美国人都玩腻了的。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中国的科研人员也不容易，毕竟模仿也是需要技术的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所谓的创新到底创新在哪里。 速度上，中国这边吹嘘说 RTG 能达到三十五公里每小时，听起来是挺快的。但是美国的 Guardbot 在上坡三十度时都能达到三十二公里每小时，这么一比，中共的黑科技好像也没那么黑了。续航上这个就有意思了，美国的 Guardbot 能坚持十六小时，而中国的 RTG 呢，续航时间竟然没提，难道是怕一说出来就露馅了？ 功能上，这个就更有意思了。美国的 Guardbot 能侦查、能探测炸药，还能携带炸药。中国的 RTG 呢，主要依赖撞击作为攻击手段。这波操作实在是被美帝降维打击呀！ 智能上，美国的 Garbot 需要人工遥控。老实说，在二十年前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中国的 RTG 自吹的可不得了，配备了 L4 全自动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要知道，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连特斯拉现在都还没完全实现呢。说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中国的黑科技真的也就是抄袭？但是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让人感觉很严肃。 中共的某些媒体和网友们竟然开始在网上畅想 RTG 的各种军事应用，画面让人不忍直视。有人提议说，给它换上防弹材料，再强化撞击力量，直接当战车碾压。兄弟，你以为这是在玩变形金刚吗？改装能这么简单？还有人说，装上 C 四炸弹，变身自爆卡车，冲进敌营放烟花。 这位网友是不是看拆弹专家看多了？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呢？现实中的战争可不是这么玩的。更有甚者，有网友联想到科幻电影，像《超级战舰》里的外星机械球体。醒醒吧，那只是电影情节，现实中的科技还未达到那个水平。 有网友更是天马行空地猜想未来战场：台湾士兵头上无人机密布，路上机器狗横行，海里滚动出球形机器人占领滩头阵地。这位网友的想象力真是无限。还有人预测了信息战、双向人工智慧、无人机、机器狗、球形机器人、侦察飞机、察打一体机、太空卫星一体化，能识别对方的领导和普通士兵。 可以针对性喊话，如果你被打死、打伤，你的房子还不起贷款会被银行收回，这样就能让对方投降。这简直是科技恐怖主义，把科技用于全面控制，这已经不是打仗，而是打破了战争的伦理底线。这种想法让人不寒而栗。还有人戏谑到用十个 RTG 换对方一个士兵的生命。 这位网友是不是玩《星际争霸》玩多了？人命关天，怎么能这么算账？而且打仗好歹也得讲点武德吧？你这边派一堆铁疙瘩，人家那边是血肉之躯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再说了，真要是这么打仗，那还不如去玩游戏呢，至少游戏里死了还能复活。 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言论居然还有人支持，你能想象吗？在中国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地方，这种冷血言论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，然后还有人叫好，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世界呀？说实话，看到这些言论，都替某些人捏把汗。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很危险，更何况战争的代价远超战场，影响深远。 想象一下，如果未来真的用机器人打仗，那画面简直不敢看。政府把所有的钱都砸在造机器人上了，教育、医疗，抱歉，没钱。到时候孩子们上不起学，生病看不起病，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呀、啊？失业率飙升，因为打仗不需要人类，工厂也都是机器人运作，大家都失业了，整天在家里吃灰，这是要把人类都变成废柴吗？ 物价起飞，毕竟造机器人贵呀。老百姓买个大白菜都得掂量掂量，到时候大家都只能吃土了，这还叫什么生活？最后可能就是大家都不干了，上街抗议，社会动荡，这场面到时候怕是连机器人都控制不住局面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种东西在中国好像还真能派上用场。要是这些机器人用于维稳，那画面也是不敢想象。 比如有人提出监视民众三百六十度全景摄像头，死角都没有，简直就是移动的天网。镇压视为一堆铁球冲过来，谁还敢站着不动？比警察冲锋还吓人，谁还敢上街？大家都得乖乖的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，怕引来一堆铁球。还有网友说，平时可以巡逻维护治安，战时直接换实弹防卫，控制城市，防止敌方入侵。 这是要把城市变成什么样？一个个铁球满街跑，市民还怎么正常生活？这是要把和平时期的城市变成战场？不过，中国的某些人想到这些应用场景，中共政府估计都要笑醒了。毕竟，这不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完美控制吗？你走在街上，突然一个铁球滚过来，对着你说。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。你慌忙掏出身份证，心想：天哪，我是不是不小心闯红灯了？结果铁球说：“您的社会信用分不够，不能进入这个区域。”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网友居然还在讨论如何升级这些铁球。有人说，给它装上电机装置，遇到不配合的就直接放电；还有人提议，让它们能自动识别异常行为，发现可疑人员就自动报警。 听到这些想法，你们不觉得毛骨悚然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铁球机器人居然还有和平用处呢。报道里说什么全封闭设计、自适应运动控制、自动驾驶系统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？但是这些所谓的和平用途，在评论区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大家都在讨论打仗呢。难道在某些人眼里，科技就只能用来打仗吗？ 说到这儿，不得不吐槽一下，都二零二四年了，全世界都在搞 AI、量子计算、可控核融合，中国还在这儿山寨人家二十年前的玩具，这也好意思叫科技强国？并且科技发展不能只追求表面上的创新，更要注重实际应用和道德底线。 看看美国把这种技术用在火星探索上，再看看中国竟想些啥呢？说到底，科技发展是为了造福人类，不是为了压榨民众。希望某些人能够三思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中国网友试图回到更广泛的应用上。有人幽默地说：“脑袋里飘过几个字，中国足球有救了。”至少这是在讨论更为和平的体育。只是网友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竞争思维。 有人说，接下来就是逼国际足联换足球，然后把各国运动员换成各国黑客，互相争夺机器球控制权。 这种把体育比赛与国家竞争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，也是中国网络讨论中常见的表达。不过，要是真把这个球用在足球上，那还不得把对方球员都撞飞呀、啊？那画面也是不敢看。还有网友爆料说，中国在联合国提出了禁止机器人军事化的提案，却被拒绝了。 这位网友分析到，中国清楚其他常任理事国不可能通过，于是故意提出让他们反对，自己就能安心研发，表面和平，背地里发展军事科技。还有网友继续爆料说，这都是老套路了。上次有个提案禁止日本天海被拒了，中国抗议菲律宾天海造岛也被否决了，然后中国立马也在南海吹焦成岛，就不客气了。 还有网友直言不讳：“这就是拿到可军用机器人的联合国签字同意书了。”拒绝后，习近平就开始大干了。还有人总结到：“重大军事技术都是这样，大国先发展了，然后再禁止其他国家使用。”这些网友把中共在国际上的操作暴露了：先装好人，提一个反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议案；等到等别人拒绝了反对他想做的事情，中共就开干了。 只是国际政治这么玩下去，不怕玩砸了吗？RTG 的军事应用引发了网友们各种疯狂的想象和讨论，从科幻到现实，从战争到和平，从军事到国际政治，让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中国人在聊科技时总是绕不开打打杀杀的话题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仔细分析一下，发现中国的科技讨论有几个特点。 军事联想强烈，什么东西都想着能不能用来打仗。看到新科技，第一反应就是这能不能用来打台湾？特别关心国家实力，科技似乎只为让国家更强大，好像个人生活质量提升不重要似的，都不想想科技怎么才能让自己少加点班儿，多睡点觉。 对科技特别乐观，觉得有了科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科技在中国能解决你挤地铁、内卷、加班吗？很少讨论伦理问题，科技只要能用，管它用的对不对，先用了再说。这思维方式简直是在玩火呀！老铁们，你们觉得这是为啥呢？是不是和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有关？ 有人说，政府长期强调落后就要挨打，让中国人觉得发展科技就是为了打架能赢。中国人从小耳朵里听的、眼睛里看的，都在说科技强国、国防现代化这些词儿，脑回路都被固定了。一说科技，第一反应就是哇，这个能不能用来保卫国家呀？这么一想，还真有点道理。 中共的教育把中国民众的一部分教成战争狂人了，这个可能不是没有。可是，在西方，人们一听说新科技，第一反应可不是想着怎么用它来打仗，而是哇，这个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吗？这个能帮助我们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吗？这个能让更多人吃上饱饭吗？这个思路差别也太大了吧！ 有人说，这可能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导致，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变得不太全面，也不太有同理心了呢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好像也没人教中国人如何正确看待科技伦理问题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再说说那些科学家吧，中国的科学家们总在忙着借鉴国外的技术，好不容易有点创新，也是往军事上用。 但西方的科学家、环保科学家、医学专家、教育创新者层出不穷。还有网友注意到了这种军事化思维的普遍性。这个视频在中国网络上发出来后，评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军事应用。为啥不能想想怎么用它来保护环境、救灾救人呢？ 要是在其他国家，大家看到这个球形机器人，可能会想到用它来保护环境、治理海洋、处理核废料之类的，这才是科技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很明显呀、啊，中共一旦有了科技，就要往军事上用，而且有了军事装备，就要威胁、改变国际秩序、出手打人。从这些网民的言论就能看出，中共政府是什么样的倾向。 突发奇想，要是全世界都像这类人一样思考，那这个地球岂不是要变成一个大型军事基地了？想想就可怕。说实话，中国网民把科技用于军事的全民热情让人担忧。这是否意味着某些战争宣传的影响力过大，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自然会往那边倾斜？这种情况会不会让某些战争决策变得更容易呢？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哦。 最后呢，还是要说一下，和平最重要。与其研究怎么打仗，不如研究怎么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 说到这儿，确实觉得为啥中国讨论科技总是离不开打打杀杀，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话题虽有点沉重，但是也有必要聊聊。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的神评论，说不定你们的留言会让某些大人物醒悟过来呢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期我们继续头脑风暴。